这是自己 DIY 的陀螺仪模块，感谢网友东大神适配的驱动，才得以在 Win 掌机上体验到陀螺仪的魅力。由于是 DIY， 所以模块往体积最小的做，还是挺迷你的。我们来测试一下效果吧。首先是 USB 直连模式，直连的优点是延迟低，不担心续航，缺点是外观不好看，需要经常插拔。然后是蓝牙模式，蓝牙模式优点是没有线，动作不受限制，缺点是需要充电，续航短。不过蓝牙 5.0 Ultra 400毫安可以4个小时以上。